always been giving our players the best battle royale experience whenever they log into Free Fire. And this time, we combined it and customized with a series of our players' favorite events. 大逃杀游戏有一个共同的现象，许多玩家为了获得更好的名次，会尝试躲在地图角落中，避免和其他人战斗。这次活动我们想尝试一个新的方向，鼓励玩家们战斗，从而能够引导出一些富有戏剧性变化的战斗场面。如果要给这样的猎杀一个名义的话，我们希望是以惩戒的名义，让玩家在猎杀日中以惩戒邪恶的名义进化人类，这构成了天启四骑士最初的核心理念。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于十年前的两部电影，所以我们就架空了这样一个世界观，科技发展到顶端的一个时代，我们人口爆发式的增长，这个时候大势已去的旧政府就决定开启天启计划，研发一批机械去清除多余的人类。当他们研发了第一批机械的时候，就遭到了那个反叛军的进攻。在大战之后， EEOI 和他的机体就销声匿迹了。再之后呢，就是在 FF 世界当中他们又出现了，并打着惩戒邪恶之人的名义啊，施展着自己的影响。这个模式更像是为天启四骑士量身定做的，但同时我们也在考虑如何鼓励玩家进行战斗，因此我们引入了一个兴奋值的概念，兴奋值越高，玩家能力就越强。如果玩家进行战斗、奔跑以及开车，那么兴奋值就会增加，但相对的，如果玩家尝试躲在角落里，那么兴奋值就会下降。兴奋值这个概念是非常贴近现实的，玩家应该是非常容易理解它的。这就要求我们设计一套专用的方案来正确甄别玩家的行为，就像裁判一样给予玩家相应的兴奋度增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玩家跳跃的过程中，玩家可能处于行走状态，也有可能处于疾跑状态，很容易产生误判，所以我们经过大量的尝试，最后使用了物理参数和行为参数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判定。除此之外呢，我们对高兴奋度的玩家也加入了高亮特效，但发现在新增的黎明环境下，高亮特效显得过亮了，这就影响了我们游戏的体验。为此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试，最终优化了这个问题。作为新版本之子，他们首先是应该符合一个末世的世界观，所以他们上面应该会有一些掉漆或者是磨损，但是整体来说他们应该是强大而完整，进行过精心设计的。而颜色的选择上面，我们选择用代表鲜血的红色去凸显战争，绿色代表瘟疫，黑色和白色代表死亡，而荒芜的黄色用它来体现饥荒。天启四骑士的概念设计是我们迄今为止最酷炫的一套原画设计。我觉得作为模型来说，这套角色做出来一定会很酷，但是呢，在 3D 模型制作上，这种复杂的设计呢，我们要做一些精简和提炼，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去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一些素材和灵感，比如说类似于一些机械的一些效果啊，去找参考，然后怎么来精简和概念它那个体型和轮廓，在手机上表现得更完美。在材质上，我们把金属做了一些磨损和划痕，在布料上也相应的做了一些破损和脏字，这样他们看上去就像真正的经历过很多场战争一样，也希望玩家在使用他们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战士去战斗。期待天启四骑士能成为我们最引以为傲的作品之一，也希望广大玩家能够喜欢上这四个角色。We have been hosting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around the whole world. We are able to get new ideas and amazing feedback from our users. We are extremely thankful that our players continue to work with us and make Free Fire even better. Free Fire 承载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而我们相信有这些看法的不仅仅是我们。希望玩家看到衣服的时候不仅仅觉得好看，而是有一丝丝共鸣，愿意穿上这身衣服去表达他们的一些态度和想法。很多时候看到玩家在社群里面啊，去说啊，我特别喜欢这个新版本的功能，啊，特别喜欢这个新版本的角色。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玩家和我们一起创造他们美好的回忆，那成为他们美好快乐回忆的一部分，那就是我对 FF 最大的期许。